如果武器会说话，并且是个绿茶。哥哥，你都满配了，不像我只有一个红点儿。没办法，毕竟我能连射还稳。要是我能有个握把的话，我也很稳的。没事，给你，反正我枪口也捡回坐力。要是我能有个枪口补偿，我就能更稳了。没事，给你，反正我可以靠子弹数量取胜。要是我有个快扩的话，我也能靠子弹压制敌人了。没事，给你，你开心就好，毕竟我还有个枪托，这可是 M4 的灵魂。要是我有个枪托。没事儿，给你，谁叫哥哥喜欢你呢。这年轻人，我操。哇，哥哥你好拉呀。你妈。又是狙，没背景不打狙。不对，把子弹捡了，然后像我这样一颗一颗的把子弹丢在水里。别说敌人了，就连我自己也找不到在哪儿。Yeah.